看今年的上半，他又在搞不进议会，在破坏民主。哎呀，现在做后来又一个登革热，所以啊，我有时候常常讲啊，如果我要把赖清德归行业的话，它叫做问题制造业，这是蛮麻烦的。你怎么敢这样子讲赖神哦？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议员。神跟鬼有说差不了多少，一念之间，好吗？周一到周五晚上7:30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